凤宁。 Sorry, Professor. Hello? What happened just over there? I don't know. <音>真的是高宗主，他就是姐姐之前的男朋友，也是因为想帮姐姐报仇，所以才。至少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你一样，对陆渊念念不忘。 你说，姐姐知道了，会开心吗？不会。就算一个人再讨厌自己的家，也不会希望它彻底消失。更何况，还有你的存在。 这一切都是高尔凡自己的决定，和陆远无关。你要把他打趴，把陆明抢回来，绝对不能手软。凤宁，你一直做的都很好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